跟住入闸第二门又是红，最后入闸海船进旗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七场赛事三班1650米大热是三准备好啦。咁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閃得快啦，出面白鼻箍嗰只又係紅啊，咁啊最出仲有呢只盛大光輝啊，埋邊第四位係水火風嚟噶，咁啊再見到中檔第五位金元寶馬出面咧，仲有隻醒目勇驅啊，內欄第七位勤德兼備啊，咁啊響佢外邊咧仲有邢家輝啊，橙色眼罩大約尾五嘅，尾四貼咗欄藍衫紅帽肥仔威威啊，尾二歡樂一生暫時墊後兩匹馬，黃衫海船進騎，咁啊淺藍衫粉紅就包尾咧。是欢喜心嚟噶，接近对面直路头的时候，前面带头是呢只盛大光辉啦，咁啊外边位置醒目勇驱啦，又是红咧埋到嚟就跟翻个内栏第三啦，第四位是闪得快啊，第五位水火风，第六位金元宝马，第七位内栏勤德兼备，出边仲有邢家辉啊橙眼罩，后边四只就肥仔威威欢乐一生啊，再后边嗰两只海船进企又拍住出边嗰只咧系欢喜心嚟噶。好啦，对面直路嘅中尾段，前面咧就盛大光辉放醒目勇驱第二位，次序上都冇喐过，第三位内栏又系红，第四位出边紫色衫咧系闪得快，第五位咧仲有水火风啦，出边金元宝马，再后边嘅马啦，外边啊橙色眼罩邢家辉走啦，中间勤德兼备，尾四蓝衫肥仔威威，内栏尾三蓝眼罩咧就海船进记，后啲先有欢喜心欢乐一生嗰啲马，好啦，正咗个直路，盛大光辉系埋边，咁啊见到中间白鼻箍又系红，紫色眼罩咧仲有醒目勇驱，外边嗰个劲啊，有邢家辉上，最出嗰边肥仔威威，中间夹住咗勤德兼。最后百零米，肥仔威威外面冚上嚟咧，就赢出呢场赛事。二三名咁啊，相当接近啊！有勤德兼备压住咗邢家辉，第四名外边嗰只咧，海船进骑都有机会过埋嗰只又系红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肥仔威威咁啊，都喺外边冚噶，开头佢贴栏嘅勤德兼备就第二，第三名走嗰只啊，邢家辉，第四名咧咁啊，开头喺内栏噶，海船进骑都要掟埋出去冲噶。咁啊，肥仔威威何泽尧啊，咁啊，最后八倍胜出啦。咁啊，跑第二名咧就优嘅勤德兼备啦，潘明辉。第三名咧就见到七号嘅邢家辉、李敬国。第四名啊，九号啊，海船进骑王浩南啊。咁随又掟晒出去冚咯喎，呢组啊，啊全部后上嘅。第七场赛事的预计派彩跑，第一名是十一号的肥仔威威，独赢派80元，位置派21元。跑第二名是一号的勤德兼备，位置派27.5。跑第三名是七号的邢家辉，位置派19元。跑第四名是九号的海船进骑。连赢一搭十一派312.5，三重彩十一号、一号、七号顺序派2973元，单牵派486元。位置 Q 一搭十一派85元，七搭十一派63元，一搭七派76元。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9.5。好咁啊，何泽尧喺个孖会唔会赢埋个三步咧？尾场就大热门啦。
转弯一路打一路骑杀，一路同嗰只肯德坚比一齐杀上嚟嘅。咁佢个磅位轻啲啦，当然。嗯。嗰只一都算系咁啦。今日三只上名可以。系啊。尾场咗只顺势宝啊。嗯。四连环嘅预计派彩，一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1567元。睇埋四重彩，十一号、一号、七号、九号顺序派32529元。留意翻啦，第八场啊，咁啊个开跑时间会延迟到10:55。好，翻嚟福榜见到何泽尧啊！最后阶段有八倍嘅呢只肥仔威威，睇翻巡逻影片啦，起步话原来嗰只圣木勇佢撞一撞嗰只海船进气喎，唔怪之嗰只咁慢啦。咁啊，另外欢喜心都留住跑嘅。咁啊，睇翻前边啊，噃盛大光辉都喺出边走啦，拍住就又系红嘅。咁啊，入边就闪得快都难噶啦，你睇下集前搞咁多嘢啊。咁啊，内侧就水火风啦。咁啊，中档上紧嚟就醒目勇，佢呢啲留唔到嘅马啦，佢都会走上嚟嘅。咁啊，内栏位置见到金元宝马拍住就勤得兼备啦，后边咧就邢家辉戴住个橙色眼罩嘅。尾四位置肥仔威威，尾三咧就欢乐一生嚟嘅。咁啊，包咗尾就海船进气贴栏啦。咁啊，走二搭咧就欢喜心。呢场步速咧就中等偏快少少啦，咁啊三段夹埋就快咗接近半秒嘅，咁啊又系红放唔出，咁啊识住个黄金包三位，咁啊就始终都系步速形势唔系好走啦，赢嗰场都赚得几紧要嘅吓，咁啊盛大光辉都系噶，先前赢嗰场咧又系步速偏慢嘅，咁啊今日稍微走快咗两三线啫，咁啊表现又都唔同啦，始终亦都加埋分加埋磅，咁啊开边醒目勇区，咁啊初次真情跳到初段都似系威势嘅，不过冲落去咧就唔系好灌注。咁啊，闪得快都跟前守位，不过今日都周身脾气啊，咁啊，结果跑落都麻麻地。咁啊，邢家辉咧就选择喺外边走嘅。咁啊，之后就勤得兼备啦，亦都同上次差唔多位啊，亦都冇留得咁厚。咁啊，呢度都好赚。咁啊，赚输咗啊，冇着翻嚟咧，佢都仲追得唔错嘅。咁啊，大外档就何泽尧嗰只啦，肥仔威威，咁啊，一鼓作气冲刺，咁啊，冲得最顺系佢。第七场赛事东福榜完毕，位置 Q 派彩，一搭十一派85元，七搭十一派63元，一搭七派76元。三拣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9.5元。四连环派彩，一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1567元。四重彩派彩，十一号、一号、七号、九号顺序派32529元。孖宝派彩，头关五号、尾关十一号派803元，头关五号、尾关一号派247.5元。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7秒8，第二段23秒45，第三段24秒4，末段23秒32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38秒97。